你被我拆穿是卧底，好吧？哦，被你拆穿了。你刚说，昨天去哪儿了？昨天我跟男朋友去逛街了。你那男朋友好像很脸熟啊。脸熟吗？脸熟。大家都说他有点像警察。怎么会呢？他一看长得就很痞坏痞坏的，是吧？警察会让你看出来吗？内心再怕一点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牵连全家啊！你最后想说什么？你不求他、啊？求求姐，求求你，我真的我还没有生孩子。求求姐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孩子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求求你了，我不行，我真的，我需要这条命，我需要这条命，求求你了。好，一直磕头是不行的。哦，嗯、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大致什么、嗯。你们因为不能全部在这个地方试完之后，我现在反正不能告诉你，我心里知道的。我们先走。对，你们先去别的组，赶快争取机会，好吧？换人吧，我们。那王子维，请他来吧。啊。唉，要去新闻女王呢，应该是要去门徒吧。阳光灿烂的日子不适合呀。唉，专属定制也可以啊。Hello， 各位演员老师，儿导这边是想让大家一起进。哦，好。哟，你还在排队呢？排队了，一起进。你要进吗？我也要进，一起进。来来来。Hello。Hello。儿导好，这个剧目对你们有吸引力，怎么一次那么多人，好感动，我觉得那么被重视。待会儿我可能直接，其实我心里有些印象在。因为有他嘛，然后选了第二个，可能机会就少了。哎，男生先吧，你可以出来，在地上。你当我是你的一个很憨厚的哥哥，你是赌钱的，你用尽方法让我掏钱出来给你，你说服我。哥，我刚才被车撞了。你给我点钱，我过两天我就好了，我就不找你。你说了100次了，已经，妈妈的养老金全都给你拿走。哥，就一次，我现在我真的我难受。你回去你问你朋友，他肯借你10块，我就借你1万。你现在就借我10块钱，这次借完之后，我下次再也不管你借了。我拿我哥那钱先，马上就还你。哎呀，我没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钱。上次我帮你赢的呢，我赢什么玩意儿？我帮你赢的呢，能别碰我？赢什么了你、啊？我帮你赢那现在就不是咱俩说，你给我10块钱行不行？你给我10块钱，行不行？就10块，我明天还你20。我没关系，你打我，你再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借我钱就滚，你打我没关系，但你借我打我，你滚，滚。好，请回座位。好，请坐。宝贝儿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演戏嘛。对。哎，那你来，男生，你试试看，演个吸毒者，你幻想一下，你试看。哦，好。要给我看到表情啊。OK， 我知道你是意图这样，但在我印象中，太猛了。啊，猛了，太猛了。啊，虚弱一点。就他，你现在就混淆，他不是那种痛苦，现在很疼啊。哎哎，你说话整得我都紧张。啊、
对对，他一说话就整得我也紧张，跟他一起。我有点私人问题想问你，为什么我那请坐啊？我听说你都是这样，就看到像导演什么就，为什么你有什么心理阴影啊？我可能有点畏惧权威，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进入我们这个行业，我不需要叫你见到，哎呀，导演你好，给我机会。所有人没傻子的，你见那些导演。好的好的。越是这样对我的人我越不用。因为你这个态度对我，我不认为你会是想交跟我交朋友吗？明白明白。因为我现在不是马上现在决定，那三位男生先撤吧。好，走吧。拜拜导演。拜拜导演。哇，这么多女的。你去见过别组了吗？就从一路跑过来的，就这第一组啊。第一组啊？那你跑得好慢哦。别的老师那也没去过吗？我真没去过啊。真的？我真没去过。好 OK， 你继续。好了，我是卧底，骗你的。开玩笑开玩笑了。你太精了，平常很聪明啊，这不是贬义啊。样子，你给我一下很平的表情看看。那可能是他眉毛啊，轮廓。妆，你的妆，你的妆。对，今天本来职场，我想撒一点。对。我都知道他们能力，就他我比较不太。你的表演我也看过了，其实你那个爆发力都 OK 的，每次。你是稳。稳，但是现代戏你演的多吗？多。现代戏多啊？你。我比较安静。说话比较慢。对，说话比较慢，文比较文静。你是一个很斯文的人。对，很温柔，平常爱撒娇。对。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演的了，在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不是。我其实内心真的很脆弱。你才是一个卧底，我跟你说。我真的不是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，不是的。那没想到啊，你跟我这边我们那么久，原来你是个卧底。该运的话都给你已经运了，你嚣张什么啊？翻脸了吗？现在没有翻脸啊，我就想看一看啊。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卧底到底？当然不是啊，哥，我那么崇拜你，怎么会？枪，棒棒棒。你如果即兴的时候，你要需要收慢一点，因为他有些那个气口太紧了，就看不到那个表情。剪接的时候留给导演跟剪辑师来掌控。好。哦，我去这边了，剪辑。来，坐这边。你是什么毕业的？我其实就是学播音的。啊？我是说传的。那天助我呀。你不知道我要弄什么吗？就歌舞剧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专属定制的，因为我想让别人看见不一样的你。你是想要我演老婆的角色，还是演那个张景初的那个角色？我这次就比较大胆一点，因为我把那男女角色反过来了，就是我让你演刘德华。我没有想过。OK， 这要跑吗？啊。跑跑吧，哪个屋啊？我要去找我的排球，排球。阳光灿烂的日子。哦，是这儿。静姐，我是第一个吧？我是第一个跑进来的。OK。哦，我不要，我要去别间。我演过北京人，为了那个戏，我专门学了北京话。然后我想演于北北。对，你俩站一起看一眼。但你俩有点像姐弟，你知道吗？你俩长得有点像，是吗？因为弟弟很帅。我记住你了，但是我要必须要说实话，我没有太关就看到过你的。我明白。作品，对你快去争取别的。哦，谢谢姐姐。怎么了？老师，我想选那个男主播。他为了自己前途，可以不择手段，一直对自己的前女友。哇，跑得比我快！
来来来来，一起来。好，排球女将报道。哎，太好了，你会打排球，就节目定了。奠定王林。哇！你坐。奠定王林，你看这个学主播的就已经选成张嘉妍那个，你会打排球的，可以在运动场有人相信。老师，请你选我。播报在新闻台的形象怎么办呢？你这个，我可以现在就立马去改整个形象。怎么改啊？华国明觉得头发跟你很像，其实我其实把自己收了就可以改成这样的发型。你怎么改啊？有发型师啊，周末帮我搞。还有跨中间，进去。你帮我扎住佢啦，我有夹喺度，喺度有啲夹喺度。有没有可能有橡皮筋啊？但我是个彩色的。彩色可以。走呗，无所谓。哎，没人来了吗？有啊。转身。逆光，哎，等一下。我不想拍的时候后面是这样。多一点点时间，我可以把它说得很平。把它放回去吧，因为太长了，它半长我还能接受，你就再做一下来看。现在是，就我不要这个。你可以搞成叫马尾啊那种，就干干净净一点，这个不干净，再来干净一点。扎马尾。还是太瘦了，怎么办呢？凹进去了，整个眼睛。我可以吃胖一点，在下次录制之前。但你台词多吗？他有播报。对呀、啊，也还有播报啊。其实我有学过发音的。不是发型啊。形象，我们整个国家有规定的。啊。播音没有。长头发的录制之前我跟节目组跟你对好整个发型，演不好就对你伤害很大的了，但我有信心我能做到的。我就啊，你看你给难题就播报，就对着镜头来，请你收纳我。我想鸡爪那个主播，我朱子骁我也想他来搞这个的，他能演，好吧，先做一下吧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谢谢啊，你有机会被调去做那个教练啊，没问题。还差一个人呢，为什么的男生有几个呢？他们都去哪里啊？